袂行去啊，伊无买袂当，别人无买无紧，来伊咱袂当无买。来啊，你迄两包落落，迄两包落落，嘿，对对，迄两包落，啊，迄台啊，迄台啊，我落，啊，伊个直接刷过落去。来阿爸，要搁食紧的啦，一百块给我，紧的啦。哪六个啊？六个。哦，对对对，啊，一百块要来无？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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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六个嘛？无啊，啊，伊真正即届就真正无啊。来。这个真正无啊，好了，没有了啦。哦，伊有上啊，哦哦哦。啊啊，派恁过来买白茶。来个拜。讲完赞的只要我多，你白章是白完了，哦，白章是白完了，完了你要吃爱人是。来，到来要吃这个咸猪肉无？这用煎的、用烘的、用炒的拢好吃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来要吃咸猪肉三百，上面吃这碗招牌哦，这一条三百，两条三百，这条搁送你，你又买袂着哦，这条搁三百块了。来咸猪肉，搁有人要吃无？咸猪肉三百块，煎的、烘的、炒的拢会当。咸猪肉炒饭嘛，真赞啊！三百拢有啊吗？百块有人要吃无？你唔好买贵，买百块试吃看卖好无？一百五，百块搁有人要试吃看卖无？非常好吃哦，未伤甜，未伤咸哦。谢谢。来，阿先生，哦，最好最好最好，我爱白吃。来，来，未啦，我感觉今仔早也是真妙呀，我感觉嘛真欢喜啊。我本来是讲卖这也卖这，要做一个几百个物件，做一个有啊。啊，我是讲想想嘛唔对，爱豆豆换，吼，爱豆豆甲商品豆豆换豆豆，因为我一家人拢换了哦。讲真的，我嘛好意，一日达到要几百几种的成本要啦吼，要啦平。来，有人要食这无？这麻油鸡哦，这规包拢鸡腿包，这当然拢甲我滚落烧炉啊。一只外口煮好四百几条哦，我还讲买一只讲一只，买两只讲两只，先加钱的先赢。一百落，一百块落啊，买落啊，一百块啊，要卖落啊，一百块啊。一百块啊，要一只讲一只，要两只讲两只，一百块啊，卖简单就好啊。一百块啊，这卖要一只一百，你连收嘛免收啊，规个拢鸡腿包。一百块就好啊，记得哦。一百块买来无麻油鸡？有啊吼，谢谢。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可以的。啊，来放嘞，我那顶管的黑鱼。来一个，要吃啥？有啊，血管肉可以给阿明，血管肉在哪里？啊，几只？是啊，来，有法多吧？水，嘿嘿，阿明，你讲血管肉会对？这血管肉，伊这血管肉，你等于炒飞机下面，目睭包括空鸡、炒菜拢会动。人讲食鱼、食饱、食菜，家就是这個意思。咱无可能一世人无食菜、食饱，安尼出代志哦。这外口干呐？七，我这一九八零走二走。这个我炒一包菜就二啊五啊，啊剩二啊五加二啊五偌济？来，你要食这个蟹款咯，我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个人加买就好啊。先加钱的先赢，三百上面只三百块，三百，七百块送你三百，七百块你三百，这双人这大包的哦，七百块你哦，七百块你哦，七百块来哦，煮泡面嘛会当，炒饭炒面拢会当，来，七百块送你啊，七百块你啊，最后搁招一个人加三百上面只三百块。我来讲啊，最后一个就好啊，你卖搁看啊，来啦，七百块你啊。冰起来豆豆食，卫生阁好食，阁鲜啊！三百了，来三百块，最后一个三百啥物啊？最后一个三百块，人要食无啊？两百了，试食看卖，两百块你无买买两百食看卖，一箱乌条啊，两百块啥物食？真的没有了，有人要保利龙无？两百了，阿明后壁阁有彩啊无？阿明，啊你唔爱哪刷过来，我若卖货卖啊，要刷落来刷过来啊。两百拢有啊！啊，谢谢阿成，你给抄一下，我听好了。咱的公司招牌就是抄的，我们吵架一定要拼。来，阿成，你后边我看看，就是旁边那个是什么？哦，鲑鱼哦。来，哎，你搞什么吃这？伊这叫炒虾哦，抄的。哎，好嘞，阿爸知道会当提起来未？阿爸知道这个人家爱吃爸知道。你搞要吃炒的？我有当时感觉买东买西吼，你不如买一样较好的当去吃。哦，嘿，啊，我卖价钱不是讲，互你过年还当吃，这普通时也来当吃，人人吃会起啊。你要吃炒的，人家我免一千啊，三个人家搞买啊。你先给钱的钱啊，五百上面吃五百块，三个客人来五百上面吃炒虾五百了，五百块够人要吃炒的五百了。我只要去送你好嘛，安尼两下五百你又讲袂对啊，先给钱我只要卖袂。三总起开五百了啊，来五百块了，炒的五百，大部的哦，好起的哦，来五百上面吃炒虾五百块，这大只哦。谢谢，感谢你。无人要吃，无人要吃，我收起。啊，啊，恁过来要吃啥物？我今日走足侪回来嘞，恁有要吃要参观啥物无？柠檬鸡腿啊，请阿明，阿明，拍那个客气。啊？啊，有人要吃这无？这干贝，这蚵仔丸啦。伊这内底规个拢蚵仔哦，啊，内底有包一粒咸鸭蛋哦。
这就用这个落啊，这我一包100块，200、300，唔免咯，100落啊，100块落，100块落啊，这你爱买啊，这上好食啊，100落。阿明，这辆小朋友啊，起来主流顶款啊，我啦回上去，足无安全感的。100落，100块，再搁一个100。阿明，人钱在你的面前害啊，100煞要食100块，100落啊，100块够了咩啊无？干完我完。谢谢。啊，你也是，也是，中包十个。三百上。来，三百一百块。来，来，上来咯，三百一百四百。来，阿爸，我们可以一百以上。啊是，阿平，今仔今仔八包尔。哦，阿爸，你再上来，好，来，安尼有啊，吼。柠檬全这两包尔吗？柠檬鸡腿啥物事？剩这两包拢无啊？啊无啊，三个，啊剩你啊三个啊去收台啊。拢无啊，这拢该做真空啊，拢该处理好十支啊，这拢十只鸡腿，物件拢同款嘞吼，这拢网络你卖啦。啊这没有了啦，有真空嘛无啊？我讲今日无在，绝对用美食，我等下叫伊去网络来卖。这啊这包200啥物事啊？没有咯。柠檬鸡腿哦，200块剩一包。安尼无啊，真正无。后壁种原味的尔，原味的。你想起来我卖袂掉，无要紧啊。哎，你透过了我起来卖，那我要紧。来。哎，车要过哦，车子要过。来。小心哦，阿平，你摕一寡这简单的起来我卖，我这个化料来卖啊。哎，你有来要食这鱼翅羹哦？这鱼翅羹用我烧就好食啊，这一包煮了330啦。这两鼎煮好超过600啦，这汤用我小要求好吃，汤头阁好啦。先给钱的先给，两个人给他买了，你钱也给他叫来买好了哦。这不是哦，这是鱼味的肉串哦，200了，来200块上面吃鱼翅羹，200块用我小来做好吃，200块。鱼翅，还有人要吃鱼味的肉串无？这内底有鱼味，有肉包，有酸辣，用我小锅炸味的，这真正煮好200包，唔免100了，来100块上面吃100块，鱼味的肉串开100块了，非常好吃哦。100了，100块，最后100无啊，100，无啊。仪器该在哪里？仪器该收起来，收起来了，赶紧收起来。来，民用顶管着吼，民用顶管着。还有人要个保利龙，保利龙还有人要吗？哎，你个鲑鱼骨一个六包了，8包啊，8包。鲑鱼啊，好，我随便哦吼。鲑鱼骨8包啊，鲑鱼嘛卖哦。来，要食百只啊，太好啊，免太啊，唔免300几啊，够200了啊，200块，200块，200块了啊，200了。200块，才买200买无啊，才拢送你啊，大大只啊，200了，200块啊，百只啊，太好个啊，免太啊，200了，才搁送你，再过来，大大只，200个要食百只，阿成你后壁敢搁有？最后一箱哦，来200个要食哇，200块啦，百只啦，这种煎的最好食啊，才搁送你啊，才一盘拢2斤哇，啊，对，那个给你好不好？干不？两个快装满了。好、哦，阿、啊、你还要吗？不要，我收起来。好、哦，谢谢。来，阿明收起来。来，潘磊收起来。来，来上面吃这鲑鱼骨的，这种煎的就好啊，用烘的。啊、哦，煮米色汤，骨头肉真正上好吃。这一包外几啊五，200块500块。来，唔免500，唔免400。来，要吃鲑鱼骨，全部四个人客，先给钱先呀，200了。200块上面吃200块，200得了。这拢送你哦，得嘞，我未介绍你啊，得嘞是。这拢我哩，两个人客了啊，全部拢你个啊，200了，鲜的了啊，最后一个200上面是鲑鱼骨，用烘的嘛，做赞的做香的哦，200个有买来无？拢有啊吗？帅哥，你怎用煎的？结果你食了了无？100啊！谢谢，刚才你讲袂好，我阁吹了，我来一盘我阁吹了出去啊，来过来要食三番串，啊，恁师兄嘛无甲你上好些。蟹味棒后哪一种的？好，来蟹味棒面起来300块了好不好？美女，这个嘛300块，这一盒卖你300，两盒卖你330，你就买不到了，这一盒再送给你，慢慢吃300。个人面讲蟹味棒好不好？300块，这退冰的让家这门住哦。啊，伊个这你讲手卷哦，叉菜、叉面、叉饭拢会当，猪尾糕、猪肉拢可以哦。100块上面讲150，你们没有买过买150了啊。大来谢谢，150还有人要吃看看吗？八哦，都有了哦，要不要吃嘞？谢谢美女支持，最好这两个八哦，我来不及啊，没有了哦。来谢谢帅哥，感谢你哦，谢谢你的支持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来，围场我搞定没？马上把你卖了哈。阿明，你无用刷围场，马上做一台起来。好、哦，感谢你真无用刷，真无用刷啊。干了吧？哦，你不要放在看怪啊。
来，迄、那个恁家有人要食这個？伊这个物件叫啥？你知无？叫红烧狮子头。伊这大概你用我烧炉啊，吼、哦，用我烧炉做好食。内底那碗那有十粒，吼、哦，啊，剩这一包讲几啊五哟？卖讲两包五百三啊头啊！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招两个人客，招三个人客，四个人客搞买就好啊。反正你做阵够快。是啊。我全部吼招两个人客搞买狮子头，当然用我烧炉做好食。你先给钱先要，两百人，200块上面只狮子头两百块。这包我送你，这包给你，啊，这两包我嘛不爱卖，我送你了，四十个总计两个买了啊，200了，来200块，三鸭头200块，用我小娘做好些，200块了。先我开开，啊，再来买啥？你讲好，我叫你来，来，我上个买只鲑鱼诶，鲑鱼谁要吃？这乌骨鸡哦，这大只哦，这一只餐厅吃个超过1000块，唔免哦，350了啊，三个，你要吃啥？鲑鱼啊？鲑鱼上面吃，唔免1000啊，500上面吃500块，大袋哦，一袋500，两袋500，三袋500，四袋哦你啊，五袋哦你啊，500了，来500个要吃无？一袋两袋啊，三袋四袋啊，四袋买袂到啦，鲑鱼个愈来愈贵，卖愈来愈俗啊。最后一个300有人要吃无？小姐停个吃袂了，来姐姐，来300只，来最后一个200块了。我们做面食啊，都讲面食。这里啦，来姐姐，系啊。200上面吃，最后这两袋有人要照销无？谢谢，给你，感谢你。来阿斌，阿贤，我想要买一个呢，我想要有人给尝鲜一下呢。最旁边那个新产品，捧给我好不好？来，我让恁尝鲜吃好不好？这那个风干，这不用煮了，这叫冰。